果不其然，随着连续的几剑劈砍下去，八毫米的钢筋瞬间被战炉剑砍成数段，而剑刃却没有丝毫的损伤。看来杨振条所锻造的战炉剑的确不是徒有虚名。所以看来这个风，哎呦，这风口的好好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哈。我能看一下这个钢筋吗？哦，非常整齐的，特别整齐的一个豁口。哦，这个可是钢筋啊，八毫米的钢筋，所以就足可以看出战炉剑啊非常锋利啊，削铁如泥，果然是名不虚传了。